啊，来个109了，来个106，来个109了，这是我想要的对手，单挑魔王我就得多秒啊。哦，107，就这啊，毒他。兄弟们啊，69级对109，有超级战役，应该是化魂人进阶100级时段没啥问题。毒上他，毒上他，你的使命就完成了。剑荡四方，毒他，毒他。略略，哎呦我操，还在视野追击呢。我就飞秒打我181啊。那我用宝我用多余了啊。旁边人都看着你，因为化魂叫了吧。我有牛劲的时候先秒，没牛劲的时候再出一个，没有必要啊，我输出是一输的。这牛劲真漂亮啊。他为什么攻击能这么低呀、啊？点儿啊，不疼啊！这小子上来还叠战役呢，这就是你说的吸满血。这时候你再出个引弓啊，他就是一把直接拜拜。我觉得直接杀他人就行了，他攻击那么低，防御应该也不高吧。我试试他啊，不会用风云变色，风云变色秒六的，他妈俩单位，他妈让我用风云变色。